或许您看起来阿云斯的很顺手，那是有秘诀的。第一个，这个要对调方向；第二个，这边可以把它往下压。像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未拆封的哦，这是非常知名的品牌，我们把它撕开来，那一样动作慢慢的，慢慢的啊，尤其到在美国的时候，那时候天气干燥，经常会有 paper cut， 就是被纸给割伤。好，我们知道说一拿出来的时候，它本身是这一面，来看一下，它本身会是，这边稍微粘住，我把整个拿起来哈。这一面呢会朝这一边，也就是说它卷出来的时候会比较接近我们的割刀，接近我们的割刀。那阿元经过多次尝试发现这样子不好用，我们必须把它整卷拿出来，换成从另外一边出来，再经过这个割刀。那现在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把它拿起来转过来，可以先把它稍微撕开来。好，这边有原来的，好，轻轻的试一下，再把它装进去。那可能大家会看到这边有点开掉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到时候用胶带把它撕一下，粘起来就好了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再稍微拉出来一点。那拉的时候一样，手轻轻扶住下面这边，而不是扣紧这一边，轻轻拉出来撕。好，那如果说您更要求的话，其实这个时候可以把两侧这里往下压，这样子呢它就会固定在里面，它的转就不容易转出来。好，顺便再跟大家示范